对啊。那身上买球费用够吗？开始打了。知道，知道，2万多吧。吃过很多，大家都打不习惯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打的还是很习惯。我现在跟他打，这种是他打，他是做球拍。拍球。没事啊。先拍球。Alice， 这个球队啊。我已经试过，我试过好多场。对，我觉得有些场拍的品质的，我们现在大家连身体都不太想。好，每天学学学什么来着？二三，后来声音打习惯就回去了。对，我回去了。对啊，是我有换过。他那个品质，头球头品质比较好，比那个橡皮头，比他那个橡皮头，那个其实那个国外的羽毛比较慢一点点，然后那个身体有时候突然间就完全就吹掉断掉。像橡皮头就是你会打它会变形，那就是。因为我有去，当时要回去的，整个这样算起来，从到未来把它加进来。歪歪不会真的像会到那么多，他们这手就跟两场差别了。那公司补助场地对吗？对哦，对啊。其实意思一样嘛，问题就是收支。对啊，看下午，加下会有。下午来球是这样维持，下午本来就是有便宜点还有贵。那篮球是买一颗，买一颗那个带两颗球，那个打一点他买一颗球，对啊。然后在一场，那个国中公立国中比较便宜啊。哈哈哈。在7层，6层，6层，应该6层是差不多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这样还不错。他说那我就买了。另外一年，后标会，大概要8000。他拍谁？一年3万。对，待会要他算。然后他们计较多少？计较1000。丢一丢2000。哇，真的是丢1000。二档平交。刚刚那一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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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
Thank you.